梅干菜的。终于获了这个种子，之前断货了，然后我就下架了。这个种子现在有库存了啊，你们能拍的赶紧拍吧。这个梅干菜的好好吃，超大一颗蛋黄，这个蛋黄就是非常有起沙，面非常面，有起沙，不像别的款粽子里面蛋黄非常硬。这个是板栗，看超大一颗，蛋黄。两个蛋黄，两个板栗，我这个里边三个板栗，感觉我赚了。